标题热拉学生毕业照曝光，看到他拍照姿势，网友从小到大都是 C 位。迪丽热巴应该是很多网友都熟悉的年轻女演员了，她虽然来自偏远的新疆，但是她的五官和长相却十分的出众，并且带有浓厚的异域之美。热巴的性格也特别活泼，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，很多男演员都愿意与她一起演戏。最近有网友爆出了热巴在学校期间的毕业照，当刚刚看到这张毕业照的时候，感觉很多同学都是不一般的感觉，整个班级就像是艺术生的班级，有不少的帅哥美女。但是仔细一看，却发现迪丽热巴的拍照姿势非常的养眼，她不同于其他同学，男生们都是规规矩矩的站着，女生有相互之间手挽手的，但是只有热巴是个抱臂的动作，看上去十分的洋气。网友们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也是议论纷纷，有的网友说难怪热巴现在这么受欢迎，原来小时候就已经是这么有趣的人了。还有的网友说在学校期间就已经是 C 位出道了，在众多美女同学里还能如此的出众。